老铁们，咱们今天做个特色美食油炸大蜘蛛，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。炸好了，下面视频开始。哎呦，真的！有个老铁说：“姐姐，你能把上一个视频炸好的蜘蛛吃了，我会给你一个双击。”别忘了你的双击。老铁们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登岛山蚂蚱，也是最大的蚂蚱，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养殖的高蛋白美食。双击有没有500？过500的，咱们今天晚上现场做这个。还不熟，让他们再沸腾一会儿。行了。还不熟，再炸一会儿。熟了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做个特色美食油炸蝎子，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可食用的。老铁们，这是我刚刚做好的油炸蝎子，有没有想吃的？想吃的朝屏幕上点两下。老铁们，快好了，让它再沸腾一会儿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特色美食油炸蜈蚣。新的一年里，我就想要99个双击就满足了。老铁们，油炸大蜈蚣熟了，新的一年里能不能给我99个双击？老铁们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大豆虫，豆液里面的害虫，也是高蛋白的美食。来看一下，都是鲜活的。双击有没有过500？过500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做这个。老铁们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可洋气了，它的名字叫神仙蛹，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养殖的高蛋白美食。看咱们的双击有没有500？过500，咱们今天晚上做这个神仙蛹。老铁们，这个是上个视频做好的油泼发财虫，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可以食用的高蛋白美食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炸个大豆虫，都是高蛋白美食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下个视频就开吃。老铁们，看这个大蜈蚣，大家不用害怕，这个是中药材，可食用的，也是小吃街上的特色美食。如果你没吃过的话，给我来个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今晚直播现场制作。给我点赞加关注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活该一辈子有钱，活该一辈子长得好看，活该一辈子身体健康，活该一辈子幸福，活该。给我点赞加关注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活该一辈子有钱，活该一辈子长得好看。新年里给大家吃一个竹象虫，不用害怕，这个是特色美食，特别的美味。
面包虫、人工养殖的高蛋白美食。不用害怕，这个都是可以吃的。清洗大麦虫。老铁们，今天晚上咱们来吃这个发财虫，这是没加工好的啊，这是冷冻的，看看，这是加工好的，我们吃一个看一下。给这个视频双击的人，2019年都发大财啊！发财虫也叫柴虫、哈虫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别双击啊，老铁们！感谢感谢。看这吐泡泡。大家都可以吃了啊，捞出来一个尝一下。吃了有点苦，但是吃了蜈蚣对身体有好处，很名贵的中药材。双击啊，给个双击，双击双击。老铁们，看这盆大蜈蚣也叫天龙，是名贵的中药材，大家不用害怕，是可食用的，可以炸着吃，这个是炸好的。喜欢老铁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今晚直播现场制作，我在直播间等你哦。过年大鱼大肉吃腻了，今天咱们来吃点不一样的特色美食，蝎子、大麦虫、面包虫、大蚕蛹、金蝉、蚂蚱。老铁们，推土机来了。这个是面包虫，也叫黄粉虫，都是高蛋白的美食，不用害怕。今晚吃个大蚕蛹。这里面那个黑色的可以吃可以不吃啊，不喜欢吃的话把它扔掉就可以了。吃的有点硬硬的，我不喜欢吃这个口感，我就把它扔掉。但是也可以直接把它吃掉。喜欢吃的给个双击啊，感谢。老铁们，咱们今天做昆虫大餐，有神仙蛹、蜈蚣、大蚂蚱、木花，还有蜘蛛。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每天晚上9:40分享特色美食。老铁们，特色美食又来了，有大蜘蛛、雨林蝎，还有蜈蚣、木花、蚂蚱。咱们马上开始直播制作特色美食，喜欢的双击加关注，进来看我直播哦。老铁们，刚出锅了一盘炸蝎子，麻辣口的，看看有没有食欲，有食欲的往上面点两下，开吃。